的事，我的事，都是新北市。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邀请到了台湾文化剧团哦，林佑团长以及黄庭佳执行长，在节目当中呢，分享他们在歌仔戏文化推广的这个部分哦，付出了很多的一个心力跟时间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一样的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歌仔戏哦。那林佑团长跟黄庭佳执行长待会呢，就会跟我们分享，包含了整个的一个曲调啊、身段啊、他们的行头等等的，让大家有更深一步的一个了解哦。那么再次的欢迎我们台湾文化剧团林佑林团长，团长好。嗨，主播好，大家好。再介绍的一样是我们黄庭佳执行长。主播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是，我发现哦，两位这个把这个头饰这样戴起来之后，感觉就是不太敢乱动，对不对？那个头饰很重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那是在荧光幕前，然后就很搞怪了。是是是，也是啦哈，这个形象嘛，小旦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这个小生，但讲到这个歌仔戏哦，其实大家比较熟知的，可能就是一些腔调，因为他那个每次的演绎这个内容的时候，其实他唱出来每一个都会因为那个情绪情节的部分会有一些改变嘛。对。那可能一般的民众啊，可能比较熟悉就是我心卡白白过三关，那个这个算是什么样的曲调？七字，这是七字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七字调。嗯，哎，是。那还有什么是大家对歌仔戏如果说想要先认识它、了解它的话，会比较熟知的几个曲调？老师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？一般哦，咱是哆马调、七字啊调、十连嘛，吼、那因为这三种呢是咱歌戏具备的基本，基本，但是你讲伊足简单嘞嘛，足简单；足难嘞嘛，足难嘞。只要你若有心吼。迄个铁臼吼，咱迄个铁啊，卖磨成尖啦。是。啊，但是有个人啦，惊到吼，哎呦，遮困难，就落脚轻去啊，吼，就喷脚轻走。啊，事实上呢，咱即马因为这个时代的变迁，有足侪变调啊。啊，变调足侪的嘛，都敢那亲像你咧唱流行歌，我拢嘛甲因鼓励讲，你都敢那唱流行歌。啊，咱也毋是要去比赛啊，你惊啥物？吼、啊，你要认真唱，安尼就好。吼、啊，若这三种呢，袂要紧，咱若符合迄个剧情，咱才来学。是哦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请老师来跟我们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啊。哦、是啊。这个呢，老多嘛，老多嘛，老多嘛，就是人即卖因讲的讲哦，西乐多嘛，西乐都。那我们就是听了之后，就大概会有这个印象，知道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好，欢迎老师，好，谢谢。但太傻。
这就是大家真的是在看歌仔戏比较常常听到的一个曲调，叫做老都马调。因讲老都马，好、哦、老都马，即马讲啊做西个都马，西个都马。所以观众朋友刚刚一听应该有感觉。新都马哦，因为有一挂只的曲调哈、嗯，好几百种。对，那譬如说咱以前的只的老师因讲的讲啊做西宫调、嗯、是。啊，即马讲啊，做仙乡岁月，吼、哦，啊，有诶讲，有很多种的不同的讲法，是，哎、欸，好、哦，所以这真的有点难啦、啊，有很多同样的一首歌，嗯、但是不同的时候，他们会把它拆开，对、嗯，就取不同的名字，哦，是，欸、对观众来讲，他蛮一听就知道很熟悉，欸、因为看歌仔戏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听到这个就是很。就是就会进入那个状态就对了啦，只是说我们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调，但是呢一听就知道。哦，是是。啊，因为变调啊，即马足多啦，你若无讲特地知影讲伊迄个吼，对，你要讲老师，我要唱这首，我要唱这首，人也知你要唱啥，对啊，所以一定曲调名称要记住。嗯，好啊，有诶伊同款名，嗯，啊，不过有诶无同款名，不过是同一首，哎，啊，你都爱清楚，但是温武常老师应该都知道了、嗯，老师真的是都有经验，他们都有经验的。是, 而且是啊，那这个是会比较适合这个小生，还是说其实都可以唱？都可以啦，哦、只要你那哈快乐的就好啊。哦，啊、是快乐的。哎、欸，他感觉讲咧很轻松的，要去游山玩水啊、哦，就可以唱啊。是哦、欸，听起来曲调很好、哦啊，比较轻松一点。你那像七日啊，哈，因。有诶，以前诶老师讲啊，做大悲头啦。嗯。吼、哦，你若唱足慢诶，就变大悲头，就敢若变枯调啊啦，吼、嗯哦。啊，你若是吼要唱紧诶吼，哦，嘛会使你啦；要唱歹诶嘛会使你啦，七字啊拢会当去变啦。哦。啊，哆嘛嘛同款啦。嗯。哦，啊，你若即、這个诶、大悲头就变。哭掉了啦！哦，你唱到就把那都就卡位。是，哎、欸，那接下来是不是也执行长婷佳这边也来跟我们示范一下一个曲调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哪一种？探郎君。探郎君 ，OK， 好，欢迎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哎、欸，真的是一唱就是那个女生的那个娇媚，有没有？好像那种等待情郎的那个感觉的就出来了。然后刚刚呢，其实私底下哦，他们有透露一个小秘密，就是林佑团长其实当年是要学小旦的，是不是？我报名是要学小旦的啦，因为小旦真的很漂亮啊，是不是？他的行头啊，他的头发，我就看那个以前那个谁啊，嗯，哦。很多的那个古装的哦，都好漂亮啊！是是我想说，我们也想要去。一唱下去，老师说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过来这边，你过来那边，是不是？就是去当小生的啦。你看，你刚刚一唱出来，那个声音有没有那个洪亮啊？还有那个厚度有没有？哦，真的就是非小生非你莫属了。以前、哦、对不对？我们出去演外台戏的时候啊。嗯啊！因那个团主就讲，来，咱用吼，咱来变一个装一个吼，反串吼。你小生的去演小段来演小生安尼吼。哦，真的，我们就去打扮了呢。啊，以后就搞我用那个大头，你知无吼、哦？啊，就用迄工演落去吼，
啊，迄个拍高赛哦，一直甲我害头，一直害头。为什么？怎么看？怎么这个？讲是安怎样？无好看吗？他，你是觉得说他是觉得你扮女生真的是不 OK 是不是？嘿，感觉呢，不适应啊。哦，有一摆吼，老师就是迄个，伊嘛是演小生啦，但是那出戏内底吼，小生要稍微。反串一下女生，就是男扮女装，是不是？对，哦，当时老师就是说啊，他没有带那个小蛋，没有小蛋的戏服嘛，啊，就跟我借嘛，嗯，哦，啊，去改穿了先。那我们知道我们小蛋吼，在后台的时候，我们虽然是小蛋，我嘛是安尼做，是吧？老师，那次吼，伊说穿一个小蛋的衫，我脚都开啊。因为平常扮男生扮习惯，扮习惯了，伊就习惯了呢。看看好了，你赶紧去搅蛋。那个搅蛋、那個、角色的转换还没有换过来，习惯哈，阿美转换过来。对啊，还是那个习惯性还是会这样，真的很有趣。那刚刚是我们个人的一个独唱，对不 对？那是不是两位老师就是来个合唱，好不好？男女合唱也选个曲调这样。哦，好啊。那选什么曲调？玉佳人求婚说媒哦，求婚说媒哈、哎哦，这也是歌仔戏里面常见的桥段，对不 对？好，欢迎两位老师，谢谢。不用含泪甜心中，泪泪娇艳吐。我当机上车相逢，别恋好喜相送，也喜相送。太棒了，这个是玉佳人的求婚说媒、哎、所以它也是一个曲调，对，也是曲调、哦、所以也是在歌仔戏里面常见的嘛，对对对，是是是。那我们知道说哈、哎，民众一般的像老师，我们刚刚那个什么都马调那个也听过，那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。点南方七里亚，七里亚、嗯，对不对、嗯？是不是这个部分也可以来示范一下？哦，七里亚的部分，好、嗯、好，谢谢老师。快耶！
我这深耕，将伊当作路仔啊，思想的太慢啊。为着阮囝的学啊字啊嘛，就爱来打算嘛。怕伊来离开啊，使我心内不安。烦，老夫要来为你啊，找一个好看你，老夫要来骗你啊，彼个狗下士，出车来养大，在阮的花府，永远来相依。梦的来丢啊丢，我知道这一段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面，对不对？华安，哎、欸，我听出来哦，这个就是真的，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曲调《契里亚》，契里亚是不是？但是它是变奏曲哦，可是我们很熟悉呀、啊，听起来就是很亲切，真的就是在看歌仔戏一样。对，是是是。那除了说这个曲调之外，其实哦，这个歌仔戏这个身段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先请？那个停下来示范一下小旦的身段，基本上要怎么样，有什么样的肢体动作，一看就是小旦。嗯，一般嘛，小旦我来跟着你一起学，走路就是比较柔一点，它不会是走很快，慢慢的走嘛。嗯，那比的时候呢，一般我们莲花指对不对？这个是莲花指啊，莲花指。这个呢是兰花指，兰花指。那这个是蝶指，蝶指。哎，所以是不一样哦。那像这个叫做我们如果往上撑叫撑展，撑展。哎，往下这个叫压展，压展。嗯、啊，就是女生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就是一般就是女孩子会柔一些。那我们像小生嘛，他们可能脚就是翘起来这样子走路就这样嘛。那我们小旦就会稍微后脚就踮脚下。哦，是。所以基本上就是兰花指、莲花指跟弹指，就是这弹指是什么指？蝶指，蝶指就是这几个姿势比出来，这几个动作比出来，其实就还蛮就是有女生的样子。其实它就是一个身段、一个身形、一个身韵，就是那个韵味看起来就是会很漂亮。漂亮。其实有时候就是你一个肢体动作起来，哎，是他这个身形起来就会很漂亮、所以就是几个动作。那比方说我们现在，如果说看那边看，我们如果说假设性，我们前面要看花嘛，那你说只有这样子看，可能就没有什么娇美的，对，我们一般我们就是女孩子就会这样子，脚后贴看一下，是这边。再看一下，哇，他那个感觉 就出来了哈，不一样哇，他的看花跟我们的看花就不一样了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小旦的一个身段嘛，哈，是是是，所以我们就一般就是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右手，再看一下，这边再看一下，或是说左看看右看看啊，哇，看，光看个花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姿势，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，那他就是。你在用的时候，整个肢体的柔软度要出来。好，这是小旦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小生呢？我刚刚看老师就是英气十足这样子。是哇，小生的话一般都是爱丁字步。是丁字步。所谓的丁字步是怎样？就这样。丁字步。迈起来的三七步。哦，三七步就是这样。三七步安尼吊儿郎当，没力气，没像流氓的那种感觉，劲儿没出来哈。
嘿，再来呢，你要比的时候呢，伊就是剑指、剑指嘛，剑指，好、哦，剑指，嗯，嘿，啊，你那是老生活的。哦，就是胡须的吧？啊、哦，胡须，嘿嘿嘿，拨个胡须老生。所以说那一般呢，他们是要用虚拳，虚拳，哎，虚拳，莫安尼啦，嗯，哎，实拳来拍看，嗯，镜大镜头啊，无够大粒，啊，安尼是咪看起来较大粒？哦，嗯，好，大武功安尼，你的拳头好像很大的感觉哈、嗯哦。所以小生他本身呢，在于就是那个架势、气势、嗯，所以你要捧袖。我们一般要出来的时候，你的袖子就是先把它折好，嗯、三折把它折好哈，卖安尼出来安尼，啊，一个袖出来的就拍一看。嗯，啊，你把它折好了以后呢，大拇指稍微勾一下，尾指稍微弄一下，啊、哦，把它勾住。那这样的时候，你一出来是不是大翻、哦、下袖收袖二三哦，好，那翻，哎，哦。嗯，好啊，或是说你要翻袖，我搭袖，嗯，哎，就这样，好，卖想安尼，也就是说你要刚要出来嘛，是，啊，你是咪家你的那个装扮用的足水的，整齐，一出来，对，好，我一出来，对不？翻，噔噔噔噔噔，翻，那在翻的时候嘞，卖徛定定，嗯，徛定定无叮当吼，干那安尼机器人嘞，他都安尼。那就没有感觉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们是要肢体语言跟所有你的亲朋好友对、哦、互动嘛，或是说认识、嗯、不认识的都没关系。想去买我出来去，对不？我要出来在里面，我已经standby，我拢准备好势啊、哦。你手嘛，该用个好势，卖讲一出来安尼吼。啊，出来了呢，这个脚、嗯、对不？小生的他是微弯嘛，哈、嗯哦，出来。哦、稍微歪、啊、歪一点点，哈、嗯，外撇，卖直直，直直无好看，哈、哦。啊，你即马留啊，安尼歪，安尼出来，是，对吧？哇，哈、哦，料退，嗯，再进，是不是？哦，哦就有动作，对，整个玩、哦、感觉不一样哎。啊，如果你是五声、嗯，你就要。踢腿劈腿、哦，这里方便踢吗？好，老师试试看啦，不要破坏我们的灯，对、欸、不对？不会了，我不会，可以。好的，好的，可以。来来来，我闪，我们闪远一点。好，来，可以哈、哦。是。好。哇！啊、就是哦，这就是必须要有踢劈，所有的动作都要啦。是。哎啦，阿、啊、你。反正就加减二啦，系啊，就剩偌济啊。我讲吼，万底深坑啦，你讲你偌高、嗯？哦，都是要学的、啊、啦。哦，你若无人学，你偌高？我偌高嘛，无人喜欢啊，对不？不用说谁最行，谁最不会，有人学的好，哈人学的好啦。啊，就是趣味，咱就是要来学这尔嘛，吼、哦，不要去想太多。好，老师先请坐。好，那这就是这个身段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嗯、那你看两位今天哈、哦，这个行头哇，我们也准备的非常。多那这个在这个歌仔戏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啊、当然是是是。那我们先从爱出一宅，三宅爱出一宅。嘿，你那无人宅嘛？嗯，爱有钱钱宅，无钱宅嘛，爱有路宅。路宅啊，无嘛爱有口宅。口宅，是是是。那我老师讲哦，伊常常嘛讲，伊讲诶，歌戏歌戏以歌为主吼，一声音高台无声，你免来。哦、一声应高台，应高台，应高台，好，无声里边来。啊，所以讲就是说，你要把它唱腔要练得好了。哦，再来就是你的行头，不是讲一定都爱足安怎的，上起码你就是，我看起哦，很清新，我就喜欢的安尼就好了。哦，对啊。哦，啊，因这个万底深坑的物件，你讲要学到讲，大家外高啊，外含慢外安那，真歹讲。是。下缘的。嗯。所以在我们这边的话、嗯，基本上都是头饰的部分。嗯。对。对吧？哦、这个是就是五旦的五旦哈，五旦的修白哦，对哈、哦、，OK， 它这个就是嗯，用在这里的五旦的哦，五旦的五声的也有，五声的 OK， 五声的哦，真的都是非常的漂亮，一般就是演武的，他就是会用这种冠，对、嗯，就是类似我们以前的。
以前早期的那个将军啊，像那个金色的啊，你们看那个好像有点像塞公博啊那些，那现在慢慢的就是进化到说都做的比较精致，是要好要好看啦，人家才会崇拜，才会喜欢呐、啊，对不 对, 對？所以你们在整个那个装扮的时候，其实蛮辛苦的、欸，对不对？为了这个，为了这些头饰，你们的发妆什么的，都还要特别去对定做了。对啊，哦，真的都是像那一种就是冠，那像这种就是发叉。法式、这个是女生的、那如果说法叉法式它就需要再加骨顶上去、是是是、所以这应该只是你那个你收藏的其中一小小小部分对不对、这样只算一组而已哦、一这样也只算一组而已是所以我们家大概有女生真的是比较多 对不对我们家大概差不多冠跟头饰大概100组左右哦真的是这只是其中的两组嗯，是。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哈，歌仔戏会让人家很喜欢，除了说它是一种长民文化之外，那当然它的里面的一些故事啊，再加上这个男女主角啊，他们的那个演出啊、演绎的那个故事啊，大家非常喜欢。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，要推广的话，其实你要慢慢的跟现代流行可以来做结合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知道你们在这个推广的时候，有想说把这个歌仔戏，然后跟这个歌剧以来能够做一个结合，然后希望能够碰撞出火花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。啊，所以这次我们还有结合那个变脸的老师，哇，还有变脸，对对对，就是一夜结合。那一次是我们在总统府共同就受邀到总统府表演的时候，是那就有认识那个变脸老师，觉得说。也表演的还蛮不错的，所以我们这次演出就把它融合编剧到我们的剧情里面、也加入我们的演出。是，那另外的话就是说，我们还有就是培育现在新的一代哈、我们就是刚好也有认识那个艺专的学生，他们也是从那里毕业出来的，那一个双胞胎的姐妹啊，然后。我们这次他们就是也表演一些那个才艺，就是像他们那种传统的，像什么杂耍，哎、对，这应该也都是歌仔戏里面会、那个、人可以对啊躺着，然后地上躺着很大的罐子是什么，就是一些技艺，那我们这次也是把它结合在我们剧情里面。让他们可以去演出，让年轻人可以去演出。所以今年的我知道说，其实婷嘉也是我们北大策进会的理事长。那一年一度的这个我们的音乐响宴，其实今年有不一样的呈现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以往的话就是单纯就是可能就在音乐这一方面，那我们这次就是把它用一个戏剧把它整个呈现出来，而且我们这次还有加入一个。道金团哦，道金团，我们连道金团道乐都进来了。是，我们也是想说为疫情祈福、加入到剧情里面嘛？对，就是把它说，为了百姓这个疫情，我们来祈福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啊，那我们安和乐利、我们就是整个他们道金团的话，是由他们那个，那个道长啊，带领他们整个法师群，然后。他们整个用唱诵的方式，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就有道乐团，然后去整个做搭配，那现场整个起来，会非常的那个庄严，而且他们的道乐也是非常好听，他们整个唱诵起来真的是很棒，那个感觉非常的好。我现在真的已经把它结合在这次的演出已经开始在想说，到底你们会呈现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演节目出来耶？又有这个道金团，然后又有这个杂耍，然后有歌剧，还有变脸，对，又有变脸，还有天哪，那个现在的国标。国标舞也进去了，对对对，哇，真的是。然后这次的编剧就老师对帮我真的是拭目以待，所以就是十月份，对不对？十月一号，直接在我们的那个客家文化园区，对，演艺厅里面演出。嗯，那这个我们很欢迎那个观众来。免费索票，对，是，那我真的就是期待啦哈，我们台湾文化剧团呢，跟我们这个北大策进会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整合之后，然后呢，再结合艺业，到底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音乐响宴的一个成果，在舞台上让大家来欣赏呢？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还蛮期待的。是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哦，团长跟执行长哦，一起来跟我们分享，也跟我们介绍这个歌仔戏的一个文化，让大家来认识，非常。谢谢两位，谢谢。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我的新北市的节目内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当天徐浩平也会来，也邀请他演出。好的。